2010年对于韦英雄来讲是丰收的一年，由2009年底开始已经凭电影《心魔》攞奖，去到2010年年底总共拎了七个大奖。电视方面，2010年参演《铁马寻桥》《公主驾到》和巾帼枭雄之《义海豪情》得到好评，虽然失落最佳女配角，但是凭精湛演技而深受观众喜爱。看你都很斯文的，为什么你要想做畫即是打女的呢？不是看實情都是很斯文因為是為勢所逼你要做打女的是啊，真的的真的的是第一次拍戲的時間呢，就是我都是文藝片來的，第三套戲才開始拍打的。哦，那是有什麼令到你要覺得要開始做，即是不是我覺得的，人家覺得，因為我是跳芭蕾舞的，變成我的身啊腳啊比較軟，打起上來會是漂亮，因為那時拍古裝是喜歡有個美態的。我拍劉師傅的時候，雖然他是一個動作導演，但是他真的教我更加多的東西，就是他教我就是不要只是對著鏡頭，就是做你做的事，現在鏡頭是多大，個機位放在哪裡，你知不知道剪接將會是怎樣。所以我是 在跟他拍戲的那一段時間裡面，我做了長務，做了長技，做了副導演，做了副武術指導，三機我揸機，剪片我負責，粗片我負責剪，配音都配埋，係都配埋，係啊，其實好事嚟，好事，係啊，好事。因為佢話你既然你中意拍戲，你做得一個演員，唔好俾人哋睇到你就係演員兩個字，你要樣樣都識，每一樣嘢每一個崗位，任何人都壓你唔到。阿豪。哇！乜你咁遲㗎？我買嘢嘛。使乜買嘢嚟試得㗎？過門都係客啊，費事你阿媽耳機近啊。喂喂，喺度使唔使帮手啊？唔使啦啩。我叫你入去啊！我头先发觉到有个别嘅队员被人单独围攻，而其他嘅队员只顾围攻他人。我要你哋喺三个月之后，好肯定咁话俾我听，咩叫做团体精神 ？Yes or no？到了三十几岁，自己又不再是可以做青春少女，又不可以做第一女主角，剧本给我的通常都是第二女主角或者是妈咪。妈咪当时三十几岁，妈咪我怎么做啊？其实一个女演员去到年纪的踏了去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其实都会出现尴尬期。后生你做不到，太年紀大，你又不甘願自己化老，自己 去做那些角色，這個是導致我覺得我應該要收埋自己咯。韋英雄知道自己有幾年沒面對過鏡頭，要有段適應期，所以他沒有立刻加入戲劇的行列。他這麼用心良苦，這一次重新出發有順不順利呢？都停了有三四個月，自己都在問自己是不是自己裝備得不好啊，自己準備得不好，計劃得不好，為什麼這幾個月裡面沒有監製會想起韋英雄的呢？樣我很開心咯，很開心添哥他曾經在那個時間他說過一句說話，不緊要啦，沒有人用，拿來給我吧，我要這樣。每句身上被子彈落，保護啲老百姓，到頭來點啊？見到錢就搶，見到女人就強暴，殺人放火，乜都肯做。娘親啊！你唔好嗌啦，你俾張大鎖匙我啦，等我俾翻翻罪人你俾我啦，俾我去啦，我真係冇咗啦。依家幾多個鐘頭啊？如果佢冇事，佢抵爛都爛到翻嚟啦。你俾我去三月你啦，你唔好講啦。我就要為
佢翻嚟啊！我好挂住佢啊！我好挂住我。我自己好好着重奖项嘅，我中意有比赛嘅人生。咁喺电视圈里边，我仲未曾有任何嘅一个奖项。喺电影喺电视里边可以攞多啲奖项。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喺计划里边希望可以做得到嘅。